笑的吗？要不要被时光吞没掉？黑暗无声消失的人，也曾渴望白日里火，被命运束缚的一个，我要怎么挣脱？谁在耳边说，属我注定坠落？那就燃烧我，燃烧我的。持针稳准，皆是万里之功。拿得稳绣花针，就要举得起千钧石。想挣前程的，就别偷懒。利在弊处，不在万处。怎么回事？你这伤不像方才勒的。是啊，这是我前几日不慎烫伤的。罢了，你先下去休息吧，学艺不急于一时，别留下疤痕，耽误了美人分赏。是，带他下去休息吧。是。美人因损坏先皇后遗物而畏罪自尽，记住，事要做全，切勿露出破绽。进去吧。这扇绣屏是德嘉皇后最后的心血之作，凤舞生霞乃是对先皇后大不敬呢。老奴定会将罪人严惩不贷。少嬷嬷打算如何严惩啊？此女对王爷心怀恨意，所以才会破坏先皇后的遗物，不杀不足以表明正理。是吗？可本王却瞧见
是只不长眼的野猫往绣瓶上扑，美人为了阻拦野猫，才误伤了绣瓶。幸好本王在场，美人不必背负污名。王爷明鉴，梅林不敢不敬。野猫？没错，是野猫。他们两个也在场，也可以作证。哦，若不是野猫的话，那便是本王眼花了。难道是你们故意毁坏绣瓶？是野猫！王爷明察。这两个奴才奉命看护绣瓶，却懈怠偷懒，杖责三十。谢王爷。念及美人是无心之失，着其进左景王府，本王要亲自看护修补绣瓶，补好之后便可功过相抵。王爷，绣瓶损毁，自是应当全力修补。只是这绣瓶尊贵，不宜再轻易搬动。不如将范事者就地禁足，修补绣瓶。鸿胪寺建学，乐琴负责监管事宜。美人之失，亦是乐琴之过。皇上太子若有问责，乐琴愿一力承担。公子既愿担责，那本王便将美人与绣瓶一并交由你看护。若再有意外之事，本王只管找你。王爷无需多虑，这是在下分内之事。既如此，都散了吧。谢王爷。多谢王爷相救，屏风我一定会尽力补好。修补绣瓶只是个借口，你不必在意。你踏实地待在这儿，若有需要，本王会来接你出去。接着说。是，原以为是那个梅林，没想到还有十个美人。都在前几日不慎烫伤了手腕，死一个是意外，死十个美人恐怕是无论如何都遮掩不过去的。老奴实在是下不了手，还请太子殿下恕罪。嬷嬷辛苦了，来拿着。鸿胪寺事务繁忙，还劳烦嬷嬷替本宫跑这一趟，先回去吧。谢太子殿下，谢太子殿下。嬷嬷慢走。嬷嬷事情没做干净，替他找块风水宝地，让他去过活。属下一定处理好。看来文华阁逃走那女人就是梅林，可惜鸿胪寺的羽林卫都是父皇的人，咱们可不好下手。她总不能一辈子都躲在鸿胪寺吧？这件事本宫不能等。殿下的意思是冒险刺杀梅林？之前老三给咱们来个下毒嫁祸之计，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本宫箭在弦上，正愁没靶子。这一局咱们可得好好利用。兵部的甘宁一直觊觎张印的位置，去让他上到折子。是。
怎么会不在意呢？公子，公子，我看内务府就是刻意为难，他们根本就不想外界德家皇后的绣谱。你我是西燕人，内务府能同意我将德家皇后的绣谱誊抄下来，已经是魄力了。可是绣谱这么多内容，公子今晚又睡不了了，叔墨再去准备些吃的吧。不用了，你前些日子才害了风寒，早点回去歇息吧。只要公子不睡，叔墨就不睡。好。公子，这是我在内府借的德家皇后所著错针绣谱，希望可以帮到你。多谢公子。来啦。哎，这是白醋。水中兑了白醋，将绣瓶浸泡一下，背面的针脚便不那么扎手了。我还给你带了一些吃食，怕你饿着。公子费心了。赶紧帮忙吧。哦。Thank you.
王爷睡不着，什么事？梅林姑娘求见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她没有细说，只是说王爷务必去一趟红炉寺。何事？王爷，德嘉皇后袖子屏风，一定有她的苦衷。本王说过，不要多事。秀嫔有暗问，线条的位置有条暗线，不仔细便看不出来。暗线指向的位置，就是暗纹，排列很整齐，像是谜语。是渭北军祈雨，五儿，吾儿锦和，秉性良善，绝非屠城之辈，奈何众口铄金，绣此图只为暂平众怒，求得生机。唯愿吾儿活下去，勿失信念，终能拨云见日，纵使阴阳相隔，而身态母魂安。原来皇后娘娘绣此图，是为了给王爷求情。母后，是儿臣错了。若不是为了救我，娘娘的绣品便不会。其实也并非全然是为了救你。他们本就打算用母后的屏风设下圈套，若不是本王先行动手，只怕整面绣屏都保不住了。本王能获悉母后临终的遗言，已然足够了。些许的破损不重要。重要。都说逝者的遗物是沟通阴阳之所，若是绣屏补不好，王爷想说的话皇后娘娘便听不到了。鬼魂不过是活人的妄念，不可信。原本我也不信，阿爹阿娘走后我就信了。
我有很多的话想跟他们说。等果饼不甜了，还是阿娘做的最好吃。阿爹做的实在旧了，我想要他给我补一个新的。我相信阿爹阿娘一直在我的身边，所以我每次都能死里逃生。王爷没有话想对皇后娘娘说。倒是也有七八分相似。这线的颜色好像不对啊。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这个颜色的线。线，王爷的衣服上有一模一样的线。你是不是漏针了？错针绣最容易漏针。为何只剩我留不住你的目光，空余烟花后沉寂灰烟。王爷会刺绣。儿时顽皮，每每发站都在看母后刺绣，看得多了自然就会了些。而当梦中唱，独自望那轮月亮，才知温情雨也只能一叹。自问我敢一世疏狂，把你我与之长，公子，夜里凉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嗯。补好了，和之前的一模一样。王爷想说的话，皇后娘娘一定可以听得到。回来了。
你的儿子如今过得很好。王爷，秀萍补好了，我可以离开这儿了。还不行，凶手既已认定你是文化阁的人证，便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再次对你动手。秀萍什么时候修补好，本就由本王说了算，你只有在这里才最安全。我不怕。就算你想死，也要死得有价值。你的任务是在这里陪本王转移好视线，本王才好趁机去寻人，等抓到张印，你才能出去。我会扮演好西燕美人，必要时刻可以不用做美人。本王的意思是，到了危急的时候，你可以暴露武功自救。你青州人的身份父皇是知晓的，青州遗孤为了报仇学点武功不奇怪。我查到了，有个叫美娘的女人经常在黑市购买美白碗，此人脖颈上就有芍药花的痕迹，我已经让黑市的人约她三日之后相见。梅林此番虽然拖住了太子，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，东宫绝不会坐以待毙，盯紧朝中太子党的动作。是。甘宁的侄子说，和亲美人中混入了探子，太子你怎么看？西燕派系复杂，儿臣猜测是主战派明居在挑事，意图离间父皇和西燕王的关系。只要西燕王庭坚定主和，咱们可助西燕王铲除不听话的部落，所以彻查幕后主使也是为了西燕王查的。况且月琴公子还在招京，此事只能密查。那你认为谁是合适人选？殷将军领兵征战西燕多年，熟悉西燕，儿臣认为殷将军是合适人选。殿下，殷将军还在西郊护所？是的。走，去西郊护所。属下愚钝，殿下为何不让咱们的人去查？万一殷将军对景王徇私……哎，你不了解他，事关我大爷的安危，他不可能会徇私。只是他还在执着儿时的一点情谊不肯放手，就由本宫来推他一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太子殿下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小心，护驾，快护驾。
请殿下降罪。马夫失职该罚，这是西燕进贡来的烈马，性子都没养熟就敢让殿下骑。不怪他们，是我自己要骑，差点让将军见笑了。臣不敢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我之间没有君臣。这是军中的金疮药。这刀是你从老三那儿赢来的吗？嗯。这把短刀是以前他从我这儿抢走的，没想到现在落在你手上。如今这把刀的主人可是本将，殿下可别想拿走。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这就是天意。殿下，我们回去吧。落梅。其实今日我来找你，是有公务相商。有人上了折子，说在昭京发现西燕探子的行踪，父皇担心西燕背后会有动作，虽想请你暗中调查。西燕探子一案，必定是跟着和亲使团混进来的。我猜此案与西燕主战派的明居有关。我们是为了西燕王而查。我果然没有推举错人，你征战西燕多年，了解两国军中的形势，交给你，父皇便能放心了。臣遵旨。其实最让本宫担心的，还是景和。你的意思，此案与景王也有关？和亲刺杀一事，想必你也听说了。那刺客我审过，根本就不是普通美人。我担心，有人在幕后生事，想利用老三挑起两国之间的纷争。景王确实行事荒唐，但关乎国家大事，他心里有轻重。大哥，好像是一对鸳鸯刀吧，另外一把呢？哪有什么鸳鸯刀，千年的寒铁只能造这一把刀。你要是喜欢，大哥就送你。大哥不爱玩刀。这短刀，落梅那个疯丫头肯定更喜欢。哦，那你可别被他抢走了。他先赢了我再说吧。落梅，我们注定是一对。殷将军怎么会来红炉寺？你是谁？
公子请留步，将军正在查案。此人身上旧案早已查清，皇上按下了圣旨，永不复言。殷将军，这是要滥用私刑吗？公子放心，将军自有分寸。你，我要的东西呢？兵部的录音，保证大元境内畅通无阻。美娘这次不是带货，而是带人，不然怎么会要两个录音呢？黑市的规矩，只问物不问人，怎么？一时好奇。光。